生能够留下可以延续的记忆，我一定选择感激。如果在我临终之前还能发出声音，我一定会说一句谢谢你。如果生命之中可以用我双手托起，你一定是我生命的精灵。如果爱能让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我一定对他说句谢谢你，谢谢。城市中